那你喜欢我这样的吗？如果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，公务繁忙。你最近到底怎么了？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，玩笑也不爱开了。你不就喜欢这种端着的正人君子吗？我才没有。那你喜欢我这样的吗？ 你想多了。哦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